在第一循环的比赛里面，韩国队获得全胜，中华队是一败两胜。现在中华队触网，由韩国队获得一分，韩国队以1-0领先。韩国队继续发球过网，陈玉珍把球接起来，刘顺松来不及接球，现在韩国队以2-0领先。韩国队在攻击和防守方面都是实力比较强，现在比数是11-1，又得一分，12-1。韩国队一直在领先，现在继续发球。中华队把球接下来，没有接得很好，球出界。现在韩国队以13-1领先，韩国队又得到发球权，中华队把球接起来，做得很高，球过网，韩国队又杀球，结果球出界，还是要换边发球。现在比数是14-2，中华队发球。现在中华队把球杀过网，球又回来，结果第一局比赛结束，15-2，韩国队领先，局数是1-0，韩国领先。大概第二局一开始，中华队出乎意料之外的有很好的表现，现在以3-0领先。发球，韩国队现在把球做得很高，然后跳起来杀球，中国队把球接起来，马上转手为攻，田宇文杀球过网，韩国队又把球接起来，然后跳起来杀球，结果换边发球，现在还是3-0，中华队领先。中华队现在以4-0领先，又得一分，现在是5-0领先。韩国队刚才是连击球，一连打了两次。韩国队刚才换上了两名主将，马上把比数拉成5-5，双方打成比手。现在中华队太用力了，球出界，6-5，韩国队仍然领先。现在韩国队在第二局后半的比赛里仍然有很好表现，现在是15-6，韩国队仍然领先，局数是2-0，韩国队领先。在第三局的比赛里，韩国队还是一路领先，现在比数是12-1，韩国队领先。跳起来又杀球，中华队又没有把球接起来，13-1，韩国队仍然领先。球过网，谢玉婷没有把球接好，结果是15-1，韩国队又领先，结果局数是3-0，韩国队获胜。中华队在这一场比赛里边一共得到了9分，在第一循环里边中华队一共才得到5分，所以可以说今天的表现比第一循环里边已经好得多了。